在白色的滑雪板上，到处滑雪很有趣，沿着土土坡滑下去，你会笑得很开心。把靴子放到脚趾前，然后把脚跟踩下去，大家一起冲冲冲，在雪地里玩耍吧。在滑雪板上走鸭步，两脚并成 V 字形，大家一起冲冲冲，在雪地里玩耍吧。当飘的雪花飘下来，我们很爱去滑雪，在白色的滑雪板上到处滑雪很有趣。两脚摆成 V 大型，当你的滑雪板摆成 A， 大家一起冲冲冲，在雪地里玩耍吧。站上魔毯围上面，再从上面滑下来，大家一起冲冲冲。为什么玛丽这么爱小羊？
妈妈咪这么爱小羊，老师给了答案。慢下来，我的小狗在
哥哥陪我玩，他叫我姐，就喝了
候总是会很有趣。我的哥哥会修理，他总会把东西修好。我的哥哥会修理，我知道他是最棒的。
玩耍。